盘想抓世界的焦点的时候，在这一段时间，他真的很可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？那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呢？那第一个呢，就很可能是潜射弹道飞弹的试射。北纬38度哈，北纬38度，这 John Hopkins 大学他们在观察那个北韩的那个核。 弹道飞弹跟核设施的一个卫星空照照片，这个就是那个新浦那个潜舰的一个港口。好，那这张图是把这一张圈圈再放大的图，特别要提什么事情呢？在这边呢有一个新浦级的潜舰，好，重点在这里。现在这条潜舰不见了，出海了，不见了，出海了，它去哪里？没有人知道。哦，好，那如果它做一个潜射弹道飞弹的测试的话，那大家就在猜会不会是北极星2号或者北极星3号？ 好，因为在最近有一张那个北韩所披露的照片里面，金正恩去视察他们的国防科技研究所的时候，有一个后面有个看板写的北极星3号，所以大家猜测是不是会是这北极星3号？近期锁定新台湾加油。